南韩女团 IVE 团综近日最新一集中玩起问答游戏，其中一题题目为安以真洗澡的时候穿不穿浴室拖鞋，忙内搜回答说不穿，但没想到答案是错的，让她瞪大双眼疑惑直呼洗澡的时候干嘛要穿拖鞋。 Biz 也说到一般来说都不会穿，让安以真露出惊讶表情，反问其他人真的都不会穿拖鞋吗？而和于真共事最久的张元英也惊呼人生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人，之后安以真就解释是因为不喜欢光脚碰到浴室地板的感觉，还示范如何穿拖鞋洗澡，让其他成员都直呼太神奇。而张元英也恍然大悟，难怪浴室拖鞋常常是湿的。片段一出，许多网友都表示穿鞋很奇怪，但也有很多人像安以真一样讨厌脚碰到浴室地板的感觉，所以也会穿鞋，意外在网上掀起讨论。